各位亲爱的乡亲，我今天为什么要来为李正浩加油？我李正浩、郭台铭，好多今天亲民党的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是被国民党开除的。开除的，错人了。各位亲爱的乡亲啊，我记得有位歌星唱了一条歌，我不是被开除，我是自己退党的，我有先见之明。好，我们拉全家长，我们的李正浩导师跟家长监督的这个李正浩，没错。然后还有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一起听李正浩，好不好？民国39年，我就在中和国小念过书。亲爱的乡亲啊，中和对宋楚瑜来讲有深厚的感情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我今天为什么要来为李正浩加油？我李正浩、郭台铭，好多今天亲民党的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是被国民党开除的。乡亲啊，我记得有位歌星唱了一条歌，我不是被开除，我是自己退党的，我有先见之明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有位歌星，叫做苏芮，唱了一条歌，叫做《一样的月光》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，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？那就是宋楚瑜在做省长的时候，当时大家还记得吗？只要一下雨，中永和就会淹水，还记得吗？对，宋楚瑜到这边26趟，把瓦窑沟的问题解决了，有没有啊？有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宋楚瑜努力的做的事，但是被人家妒忌，然后把他开除。你想想看，李正浩，他认为另外那一位不太行，他就讲一讲话也被开除，讲真话的人被开除，会做事的人被开除。国民党啊，你要好好加油啊，让我们重新找回国民党创党的精神，好不好啊？Thank you.